震耳欲聋，连在好几公里外都听得见，吓得居民尖叫连连。大片浓烟直窜天际，形成犹如核爆的巨大蘑菇云，弥漫高空，久久无法散去。俄罗斯中部城镇捷尔任斯克一座弹药工厂周六发生严重大爆炸。 连事发地点周边建筑窗户都被震碎，可以想见当时爆炸威力之大，还波及附近大约200栋房屋毁损，造成工厂员工和附近居民被四散的玻璃等碎片割伤。出事的工厂成立于苏联时期，是俄罗斯军用和民用炸药技术主要开发商之一，但光是今年就发生两次爆炸。